感謝主啊，哈利路亞！今日咧去錄呢個錄音咧，因為咧我睇到 Jenny Lam 咧嗰個分享，其實我之前都睇過，但係今日咧親近完耶穌嘅時候，我再次睇，我睇到咧喺神裏面咧，啊甚至乎一個腦退化嘅人。嚴重到可能洗澡洗不到，要靠呼吸機認不到路，今天呢都是完全得醫治。我自己呢在七八年前呢，去在一個很困難的時候呢，就都去過葉牧師的教會去做釋放醫治，去處理生命。在之後的時間呢，就算我回不到牧師的教會，我都會去聽他的講道、分享、他的輔導、去學習。其實我在十幾年前呢，我記得那時候都是很困難，剛剛結婚，葉牧師是上過來我家去為我們祈禱。這個牧者呢，我看到他很有愛，他很像耶穌，他說的說話呢是令人呢是很舒服的收下去。他用愛的種子呢去栽種我們。之前呢醫生呢即是都說我是確診有這個溶血病啦、紅斑狼瘡症啦、精神分裂啦，我的氣管哮喘都有些問題。但我相信呢是完全会得医治的，因为在这几年是服侍这个坊戒毒，即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红斑狼疮的朋友仔都会怕晒太阳啊，同埋很难去回到全职的工作的。但是呢这些都是恩典，因为我看到呢上帝的医治、上帝的同在、上帝的爱。在這些的日子呢，我更加看到聖經的說話呢是大過一切。有時呢我覺得有些病呢，即可能未必是去到那麼嚴重，未必是沒得好回，但是被醫生嚇親即是被醫生嚇親，他的說話嚇親。所以呢，我鼓勵大家真的要找耶穌。葉牧師呢，他不會說叫你不要做這樣不要做那樣，他反而呢他同即他會鼓勵我們，有1%進步都是進步。以前我不明白，以前呢我經常都很想我老公怎樣怎樣怎樣，但原來呢無形中給了很多傷害和壓力他，因為很多的指責和批評呢是會令到分裂的，一件事真的要悔改，因为神看我们每一个都是好的。耶稣去钉死十字架的时候，就是因为知道我们没办法靠我们的行为得救，所以呢我们是穿上他的义袍，行成圣的路。在过程里面有快有慢，个个不同，但是呢我们呢凡从神生的必胜过世界。我们今天不是靠行为得救，我们反而真的要回耶稣里面去悔改，跟神建立关系，知道自己真的不得。我看到神这么爱我的时候，我就很渴望更加似神。所以呢，我都決定真的要學習用神的眼光去望每一個人。而我今天呢看到的是我丈夫的努力和進步，而不是去逼迫他去改變。我看到呢，真的很多的信心，其實真的沒得逼出來的。
唯有咧，你去感受到上帝嘅爱嘅时候咧，对神咧，你自然会有信心，而唔系靠行为去逼出嚟。所以咧，原来呢一个系一个恩典嘅路。以前咧，我曾经经历过啊，妈咪细佬俾人斩死，我去呢个监狱去为呢个杀死我妈咪嘅人传福音。我嗰阵时。我睇到唔系自己有咩咁有爱咁叻，而系因为耶稣原谅咗我。耶稣咧都唔定我嘅罪，最重要系灵魂嘅得救，系神托住我去过。喺呢件事咧，初信主咧十几年前，我以为自己好有 power，好有爱，但系藉住呢段婚姻咧，我先睇到。呢个卖身嘅婚姻，我先睇到原来自己真系唔系有啲咩爱嘅，原来自己爱好渺小。有时咧，有啲位咧未到自己底线咧，以为自己好叻，吓一去到自己嘅死穴咧，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发癫。今日我得医治，得释放，除咗咧，我要多谢耶稣，我好感恩可以认识叶牧师。因为佢喺我生命里面栽种嘅爱，系真系睇到，原来喺人嘅生命里面系真系可以睇到耶稣。我今日咧喺生命动力事工同我老公都系传道人，同舒国兴牧师咧一齐去学习咧去建立呢个事工。其实咧真系唔系啲乜嘢，只不过系上帝嘅恩典。但系咧，我系好感恩喺呢啲日子咧，叶牧师咧仍然咧会去教我好多嘅辅导，甚至咧我嘅讲道咧，佢都真系会用心去听，去话俾我听点样去分享。好老实啦，我真系唔识分享，我真系有阵时有感动就会去讲，冇乜条理我分享嘅嘢。我感恩认识叶牧师。希望咧前面嘅路啦，我哋一齐努力。我哋真系冇再被罪辖制嘅，我哋系胜过世界，因为圣经系咁讲，凡从神生嘅必胜过世界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希望呢段录音可以祝福到大家。